Where's Wally？ 从密密麻麻的人群中要找出一位身穿红白条纹衣、戴着圆框大眼镜和红白相间帽子的男子，他叫做威力，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由英国绘本作家马丁·汉福特1987年创造出的角色，红遍全球，小朋友必须要花时间，很专心、有耐心才找得到。Found him. Oh, there he is. 但这个家喻户晓的主人翁看似亲和无害，却惊爆其实原型角色设定本尊竟然是个恐怖杀人犯。据传32年前，英国出现一个专挑儿童下手的杀人犯，前后虐杀约20个小孩，警方费了一番功夫才逮到人，经过鉴定为精神异常，却逃出精神病院，逍遥法外。He's always hiding.What is he hiding from? Or who is he hiding from? Why does he want to be in such large crowds and concentrations of people? What does he need to do where he needs to be around a lot of people? 传闻甚嚣尘上，网络上更是充斥对威力的各种揣测。回顾英国史上，确实有一名孩童杀手罗伯特·布莱克。20多年间，至少19个小女孩、小男孩惨遭毒手。1994年被判有罪。Driving along, I'd see a young girl. I'd go and talk to him.威力在哪里？不仅是绘本，也出卡通和电玩，甚至是广告主角。但也有人表示，这只是个都市传说，无法证实。无论作者创作用意是否要提醒父母和大众多留意周遭，都让这号人物更增添暗黑神秘色彩。三立新闻综合报道。